集中注意力，准备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杰希。高英杰是微草非常有实力的一名选手，我很期待这场与他对决，要肩负起微草的未来了。英杰，四分钟两级的伤害差，总算是显出来了。此处的王杰希请不要往温柔刻画，感觉更偏严师。安静。好的，这段采访就到这儿。